促进这样本土我们台湾的消费，所以我们使用呢正新券200元就可以买到，你看部长我们后面这个价值1000元的这些家电有没有？对，200块。好，那待会呢我们会下次要先跟那个部长讲一下，部长自己也要带正新券啊，然后刚部长有点我不是没有带，是已经用过。上次来已经买了，我上次来买吸尘器已经用掉了，知道多留点。对，多留200块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呢，我们待会已经有消费者已经排队了，那我们这边呢会收了我们振兴券之后，啊，请部长把我们的商品交给他们，好不好？等一下，因为部长的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帮部长准备欧米亚给送给我们排队的圣宝爱用者。哎，这是我们的圣宝小金球。待会部长也有一大袋。圣宝今年我们的冰箱洗衣机都得到台湾金品奖，还有金级 MIT， 所以在地圣宝的品牌希望在这个机会介绍给我们的市民大众，应该不止市民而已，应该各县市的都有可能到这里。好，那感谢部长跟我们罗委员到我们圣宝的摊位来帮我们加持这15个。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进来进行我们的快闪店长，那这边我先帮我们去跟我送一下麦克风。好，那我们呢就从这边，我先从电风扇开始，就从对，好，来我们这边呢收好我们的振兴券之后，来从我们的部长手中拿到我们这个从我们的罗委员手上拿到我们的风扇。好，我们记得拿发票哦。新年快乐！